大家好，我是大连。大家好，我是大连的母。也叫春啊，我也叫春啊。啊，今儿做的牛肉臊子饭是吧？烙面啊啊，烙面，烙面，烙面啊。新演员啊，新演员啊，今天新演员啊，上场吧。啊，好。新演员得吃两碗。对，给他打放一针去的，一种文言医生，没有着药，不打了。哦，那你还帮忙吗？啊，还帮忙去。按摩，因为我是吃饭的情况下，没吃饭下地去，俺不在这装着摸，至少没吃饭呀。上缸子，上缸子，来，往房里拖，往房里来。火烧，好吃真样好吃，真的吗？骗你骗你。这一点最肉丝是该。这是油啊，拿着筋。你为啥非得戴个口罩不？我不是跟着孩打防疫针的，戴上了也忘了摘了，就那顾不理摘了。还是饭钱了？不是，这我拿的是房子。我背掉了呀。你背了？老弟啊。听见没？来，凳子。我这手黑了，我去弄一下。呀？你老，那。真有啊！中。都好看呢，主要是。从第二天那细料的木根呢，我过几天我吃了。摘辣椒来的，摘辣椒，乖，这么大。我说着有点那肉汤味儿呀。你这天儿背着那缸子呢？
我折这个头。我那着。嗯。都说好吃。不好吃呢。我吃。那我不吃。那你坐着吧。缺心情了呢。啊，晒就晒来了，不就没有了，哪有那样子呢？不问了。这是心酸可好过啊！钱钱。张姐，走吃吧。你老伯让他放农。也吃了八点，因为那老牛肉也是八。都要啥大料呢？哎，都要啥大料啊？啥都有。哎呀，这没有点大料它不行。酿酱香叶啊，碧螺。吃炒锅不吃？搁这了，肉锅搁这，炒锅肉锅。你看，你看，咱进了，咱都菜了。就这吧，还切开了，就这吧，就这，就咱这。锅菜一碟儿呗，转一碟儿。那这是往哪溜？那是牙。溜点溜点，全蒜汁儿。牙呀，大牙。没有葱和姜，咸也炒不香啊！你这大锅亮，要是炒熟了那啥，你把。撒点啊，撒点。今天是可。撒。好。撒盐。好。开始撒盐。撒不。这油炒了就，是少不少？少啊！熬夜，高香味其实很难炒到，压肉不少。大棚的玉米菜，嗯，大棚真是老好哎。好吧，你给你炒吧，来，你炒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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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炒吧。那先炒着，先炒着。哎，这家伙，这料可干的啊！再做一条再烤吧，这做不下。大伟哥，开始啊！开始吧，好，快点啊！好，葱花。想你，你忙的呀，忙的跟啥呀？不是，老妈，心情不好。俺这得分炒饭。好。我乱，你这来是炒的天。钱妈妈，钱你不要过来，大碗喝的，大。